刘英啊，这一代平安，圣诞节快乐，快乐。今仔日是台江节的第一主日，我相信咱伫漳浦有真侪人，到伫对面的所在，啊来伫伊的所在点一个圣诞灯。啊，即卖已经伫咱台湾漳浦真侪的都市，啊到伫即个十二月的时间开始。即个都市拢会点一个圣诞灯，啊，若讲这嘛是一个，予世间人看见耶稣基督降生的故事的这样代志，啊，这嘛是予通过啊，即个啊点灯的即个窗啊，来看见基督教的信仰，就是耶稣基督，啊，这通讲是上帝予咱啊在做传福音的一个真重要的即个时间，我嘛相信讲。咱伫即个圣诞节来临的时，大家人的心情拢会有啥共款？啊，有个人感觉讲，啊，年关特别到，啊，真侪代志也未做，感觉真心真会急。啊，有个人感觉讲，哇，一年特别过过去啊，啊，过日子特别过去啊，啊，有一个期待甲盼望。有人感觉讲，哇，过去一年久的即个时间吼，啊，拄着侪侪遮个代志，啊，拢会通安尼来克服。啊，圣诞节来临的时。这是一个欢喜的代志，献上感恩，所以大家人的迄个状况拢无受伤。啊，咱伫这个台江节第一主日，这个台江节第一主日啊，大家属在点这个大条第一支啊，就是表示五万，吼、哦，表示五万、啊。所以咱伫这个圣诞节会带予咱一个五万，五万的迄个开始啊，咱大家阿头来记得。亲爱主上帝，我感谢你。这个世界虽然在变化真紧，这个时代在变化嘛真紧，我的心思意念在变化嘛是真紧，总是上帝你的慈爱，上帝你的信息，就照着阮大家人在变化的这个时速、秒数，大家互阮感受到上帝你的慈爱甲信息。天地无论安怎变，你对阮的疼永远袂改变。阮伫你个面前献上感恩，伫即个圣诞节来临个时，大家人伫准备坐坐，毋忙来庆祝主耶稣基督降生。刚才因为阮伫无闲，有时阵阮个心嘛有真济无共款个想法，总是渴求白上帝伫阮个心来降临，予阮个心，予阮个门，心内门，心内窗，会通拍开，予耶稣基督进入阮个内心。我相信今年的圣诞节，我要过得更有意义，过得更有期待。特别，我在准备啊，明年度做做这个圣工的计划时，祝你伫阮中间帮衬阮，予阮用祈祷来托住所有一切，予所有的啊计划伫上帝你应允的中间来成就。我就用祈祷来啊陪伴所有参与所有的这个计划。望你的教会伫即个所在，真侪受祝福教会。当到伫明年底时，阮回头来看，当算侪侪上伫你的稳定伫教会的中间，主阮来到伫你的面前，有个人安尼心情无好，有个人啊身体欠安，有个人有侪侪信仰上的疑问，总是阮来到伫你的面前。你是要予阮看见新的光、新的盼望，也新的祝福，就伫阮中间。愿今仔日你话成做阮的帮助，愿咱祈祷感恩，靠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啊，虽然伫新学生的时代，啊，我伫迄个经啊彰化教会咧实习，啊，迄个时阵是而且咧实习的新学生是当春发。啊，新学生，即卖目前就是东华大学的教授啊，已经啊退休，吼啊，阮所以英国教会啊，伫迄个时阵，阮就拢有伫联络啊，常常伫往来安尼，总是时间伫过真紧啊，离开彰化已经遐尼久的时间啊，即回倒转来伫英国教会讲道时。啊，我咧想讲，英合教会毋知变做啥物形安尼吼。啊，总是当我伫我开始接到第一通的电话，啊，
就是咱的干事，同我联络，要讲道的资料。我就看伊讲，你某教会是一个有五万的教会，是一个活泼的教会。你干事跟我联络时，迄款的声调，迄款的亲切，我电话都有法通感受着安尼吼。当我来到伫因我教会在准备我拜六来在准备的这中间，咱干事在甲我按来在帮助我，我感受讲有影，无简单，做一个干事会通兼顾遐尼济代志，我就看讲，因我教会头一扇的这个门，甲头一扇的这个窗啊，我就看见因我教会是一个相当有动力的一个教会。昨昏我来到伫咱英国教会时，伫要行李，伫要摕起来，一个囡仔，更是咱的主角囡仔吼，伊就甲我斗，甲阮斗搬迄个物件，然后就甲我讲，这是啥货，这是啥货，然后伊即摆带阮入去房了后时，佮落来了，佮想想讲，毋知有啥货要袂甲阮交代安尼吼，佮再袂记。感动嘛，我同问讲发生咩代志？伊讲你遮若安怎，得爱安怎安尼吼？我讲这因我教会吼，即个长辈栽培即个囡仔吼，相当有一代传承一代迄款的迄个活力。这囡仔对细汉就遐尼亲切。我想这个囡仔将来真出着，这查某囡仔吼，细汉汉汉㖏㖏，我唔知伊几年吼，出细汉，过一支目镜，真古锥安尼。都真好笑的样子。我感觉实在是，咱永福教会是永远伫咧上帝祝福啦吼，永远伫咧上帝祝福。昨昏天气较冷，看咱到伫迄个对面的所在去啊点灯，像即款的热情，即款的热情，讲起来就是咧表达咱永福教会的高级的堂啊，所以。无论是咱的干事，还是迄个囡仔，还是帮忙我伫遐咧停车的这位同工，我拢在看见永福教会的窗啊，永福教会的窗。咱知影咱即摆窗啊是无无的窗啊。假使咱若转去咱的厝，有可能咱的窗啊是会当看见外面的，能看见外面的。所以会当把你的视线延长到伫较远的所在。所以当我看见遮个人的时阵，我就看见讲，因为教会较深的迄个堂内内面是啥物代志啊？所以真感谢主，我有机会伫遮甲咱做伙来敬拜上帝，上帝祝福伫咱中间。唔呀，因即几面是咱因为教会的堂啊甲门，就是咱每一个人拢是共款。其实上帝互咱住伫无共款的所在，无共款的所在咧服侍，无共款的所在咧就业。其实人要安怎看见上帝？人要安怎来看见耶稣基督，就是通过你，因为你就是耶稣的窗啊，你就是耶稣的门。所以人看到你的时，人通过你看到耶稣，通过你看到的上帝。这个上帝是新款的上帝，这个耶稣是新款的耶稣。因为昨昏天气较冷，所以因为衫扎了无怎搞完了，所以我就问这个干事讲，什么所在人买着这个衫安尼吼？伊真亲切，伊桥倒摆甲我讲，来去家乐福的所在安尼吼。伊若甲我讲家乐福，我望三点钟我望无啦吼。因为中华嘛，虽然无发展足济，嘛是发展啦。所以你叫伊找家乐福，我通找无。伊甲我带到伊个所在，我就变去安。我去就找着我要买的迄个柜台的物件咧吼。买到一半时，这个小姐讲讲，你敢是基督徒？你敢是基督徒？讲你是安那安尼讲？讲你敢住伫这个所在？我讲不是，对待人来。伊讲你敢是基督徒？伊安尼问，敢是伫教会啦？我讲，我你叫你想我是啥物款人？伊讲，你可能是牧师哦。对对对，安尼哦，我有甲讲安尼。
我讲啊，是安那你也安尼摇？我讲啊，你在地倒位啦？伊讲我在地花坛，伊讲去读花坛迄个教会幼稚园安尼吼，啊来结婚来到伫这个所在安尼。伊讲伊伫细汉的时伫教会出身，伊虽然即摆无去教会，啊，总是伊对教会的人的这个印象足深。伊讲教会人就是安尼遐尼稳重，啊遐尼啊遐尼啊和蔼可亲，啊你讲话安尼一句一句安尼吼，啊真舒服啊，真舒服。我感觉讲，感谢上帝。我刚才伫伊的脑海内，对基督徒的印象是真好。所以我要离开的时候，啊，阮啊太太个牧师就来讲吼，耶稣听伊，啊，你若有机会，就爱去教会安尼，有机会就爱去教会。我相信伫这个啊，彰化这个地区吼，啊，突然间有遇到这款的人，我伫想讲，基督徒是啥物型？伊竟然会通通过基督徒来看见耶稣。来看见上帝，我顶面无写基督徒，我无写牧师，总是伊安尼感受着，做一个基督徒，做一个基督徒。所以我伫想讲，今仔日我用这个题目拍开心内门窗，咱每一个人伫无同款的所在，拢是耶稣。放伫这个世界，放伫这个社区的窗啊、窗门，所以这个窗啊、窗门，上帝唔知甲你安置伫什么所在，我唔知。总是拢予咱安尼倒倒倒倒，拢叫做应付教会的这个窗啊、窗门。所以人看到你的时，就知影啊，你是应付教会的拥挤兄弟姊妹，还是某物啦？上帝予咱每一个人食做这个汤，食做这个饭，伫无同款的所在，伫讲耶稣的道理，伫讲耶稣是更活更新的。直接予咱看见上帝对咱的疼，啊，上帝对咱的迄、那个啊疼疼到怎样，予咱会当感受，予咱这个形竟然会当予人一个看，就知影讲你是基督徒。这是上帝恩典，不是咱的人做事。今仔日是台江节，台江节第一主题是盼望。我相信咱拢带着盼望来完成今年的这个工作。你无论是家庭的工作，无论是啊事业，还是你的这个啊职业，还是你的这事顶面，带着盼望来完成，嘛带着盼望。来看见你要来的2014年，对你是一个有盼望的一年。2014年对你来讲是一个充满盼望的一年，就是你把你的心内的这个门甲这个窗啊拍开。是安怎安尼讲？咱咧看今日读的圣经，其实是无啥够。咱来从对创世纪第六章。甲看到创世纪第八章的尾仔章21节，咱会通看见讲，这个故事的内面，就是上帝要用大水来刑罚这个世界的一个故事。总是这个故事，唔是突然间无头无尾，上帝要审判世界。咱来看第六章的事，咱会看见讲，上帝就是看这个世界，安尼。伫个中间的富贵、肮脏、惊人，也是迄个罪伫个内面，所以人的生活真混乱，真伫个罪中间。所以上帝啊，要来通过这个大水，上定迄个刑罚。总是当咱看圣经的时，咱会发现上帝要刑罚世界的时，毋是一个着刑罚，上帝的。做这代志的头一步是什么？头一步，上帝是想办法要救世人，想办法要救世人。所以，伊就叫拿阿去做大船。你不忙通过拿阿做大船，会通救更加济人。
总是无拍算。这个人无要听哪啊的劝劝，到最后，上帝只好甲哪啊讲：啊，你这个世界这个动物吼，我会叫因来你的面头前，啊，不就是千奇无千奇吼，啊，一对一对吼，啊，我会请因来到你的面头前，啊，然后你就来带入你的大船。佮一项，恁全家，无是你，你的太太。你的后生、你的媳妇、你的囝，拢总爱入大船。所以，而且咱看见讲上帝，在这个宪法的中间，犹原盼望要安怎来拯救这个世界。最后，也通保存拿阿一家人，搁爱通保存的存来这些动物、这些生物。咱看到第八章的时代，看伊讲，这水已经渐渐大，安那啊就开这个窗啊，啊放乌鸦出去，乌鸦一个出去了后，煞唔知人回来咧吼，迄个花花世界太丰富咧吼，啊加青菜咧，唔知人回来，那啊搁再放分鸟，只啊出大出，出去的时，只啊细细的哇，啊拢要等到咯，要安怎？不再倒腾了，那就记忆就断绝。后来过几日就搁放弃，放弃了后，家己有啥物事？干哪样？新的干哪样？表示讲，这枝条，这树干吼，拢已经开始有一个新芽出来哦。过了一礼拜，叫他放出去。后来，这只鸟就无得了。咱看见这拿阿在这个大船的内底，上帝予伊还佫一个盼望，佮这个外口有一个连通，也看未来的这个世界，这个动物就真侪整个世界生物。延伸的力量，那阿这家人就成做世界人口延伸的这个开端。上帝留所有生物的这种，要它生活侪侪，到变转的。所以当咱在看这个创世纪这第八章的时候，咱就看讲，这愿望伫个内面，愿望伫个中间。所以咱来看到第八章的尾啊。的时阵，咱看伊讲，那阿出大船了后，伊就甲上帝献祭，啊，上帝鼻迄个香味，啊，像上帝较爱食这个吃荤的样子安尼吼，总是毋是啦吼，是伊遐献祭，先过来先献祭，上帝闻到这个献祭味，伊心内想讲，啊，我对他开始无爱用大水。来造个世界，我也用大水来造个世界。所以，咱通过安尼看伊讲，即哪个故事个内面，虽然上帝要兴化世界人，总是上帝替人想办法，替人想办法，要安怎予人有拯救一个机会。所以，即台港节来临个时，我相信这是带来予咱一个盼望。台港节第一主题带来予咱一个新的盼望，一个新的盼望。当在整个故事里面有一个真关键的这个物件，这个真关键的物件，就是我头先在讲，咱每一个人就是咱的教会的门甲窗啊，咱每一个人就是所有在这个世界的上帝的窗啊，耶稣的窗啊，通过你来看见上帝，通过你来看见耶稣基督。所以伫咧造这大船的时，上帝甲咱阿讲。讲你一定爱做一项物件，这物件现在的比如只是翻译做，好不的圣经是翻译做透光处，透光处，就是天主教翻译的圣经，还是其他翻译的圣经，会翻译做窗啊，好，现在中国也不能翻译做窗啊。就是这个窗啊，是叫触电，
安尼粘伫厝顶，粘伫迄个厝顶，所以表示即个窗仔甲厝顶是粘做伙，粘做伙啊。换一句话来讲，这是一个上悬的所在，上悬的所在，整个即个船的上悬的所在就是有即个窗仔。好，天主教的圣经话讲，这上顶观站四边边啊拢爱有窗仔，四边边拢有窗，所以表示讲即个窗仔会通予整个即个大船的迄、那个啊内底依然有即个采光的即个作用。所以啊，本改翻译叫做采光处，吼、哦，也是透光处，就是讲这个光会通对外面透起来。所以咱来伫咱每一个人是耶稣基督伫这个世界这个窗啊，甲这个门的时，透起来真要紧。你要上帝光透起来你的内底，我上帝光进入来你的心内，和你的心灵。会光，予你的心灵会光。当你的心灵有光的时阵，伫个上中间就带来一个新的盼望。咱知影即个动物啊，伫整个即个大自然内底，看偌侪动物，佮有人。啊，即动物有食，当然都爱摆食。啊，即款的内底即个气氛啊、气味啊，毋是真好。伊若毋是有即个光来来照。可能这些动物也死了了，人嘛，一天都无去照到这个日光吼，啊，这是人也受不了。所以咱看伊讲，上帝叫这那爱做迄个窗啊，然后让光照起来，和整个的这个大船有这个光去收落。咱知影伫即摆建筑物内底，啊，就是所谓建筑物。袂使去炸着别人，伫即个建筑物，伫炸个中间，就是讲，一日逐个人应该爱有三点钟的日照时间。就是讲，我的厝袂使炸着你的厝，炸到你的厝拢无日光来通甲你照安尼。所以，这日照时间真重要。啊，你若日照，搁得爱通风权，日照权、通风权，就是你。你中间除了你家窗仔关起来，啊，若无你窗仔开开，一定爱有风通互你透。所以，咱每一个人伫上帝面前，将这个门拍开，将这个窗仔拍开，互上帝光照入来咱的内底时，咱才会通成做一个有健康的心灵。即卖世界大个人拢在讲心灵，特别咱基督徒。啊！伫咱信仰内底嘛，强调即个心灵，就是咱看讲，即心灵是甲做伙。你若对上着即两根来有五万来时，你的心理就较会健康。你心理若较健康，你身躯就会较健康。啊，这是一个连带关系。所以，那啊，你做大船的是上帝教伊在做即个窗啊，互光进来，有采光的作用。啊，第二项，即个窗啊，本身伫中文内底除了即个窗以外，佮走向的向，啊，往东往西的即个往，本身嘛是窗啊意思，吼、哦，啊，佮即个将，即、這个将，即摆咧讲将小孩，啊，这是啊，家己即摆你啊上电脑咧看时，啊，咱像即个将的意思就是心内拍甲球啊，不足艰难即款的心。其实这种也是古早时啊的迄个窗仔意思啊，吼。啊，这窗仔有遐尼侪窗的这意思的中间，就是讲，你这间厝内底一定要有窗。哪家说厝都无窗仔是，迄是什么所在？你想得上？啊？好，地下吼，假假吼，话拢假假，哎，啊，我爱有窗仔。无窗仔是采光无法度以外，即中国一个即个窗仔内底吼，啊有大窗，佮有小窗啊，啊佮有边仔窗，佮后天顶的窗。啊，即个窗的一个功用，啊，拄仔咱有讲过，要通透空气，透光佮透空气。啊，即个窗，咱伫古早的即个起厝的时阵，咱有一个叫做啥物？烟筒。
这嘛是汤，这嘛是汤，烟囱，这嘛是汤，哦，啊，所以将这个汤放伫上圆的所在，这个烟囱，烟囱放伫圆的所在，就是把内底所有的这个啊，存在所有这唔好的这味，然后透过这个烟囱，把伊回走出去，回走出去。所以表示讲，咱若拍开咱心内汤。除了这个更净者以外，就是咱将咱心内所有这不分不出艰难，心内所有这拍个球，会通通过这个烟囱，这个天的汤，底下来散发出去。假使我心情慢，啊，甲你发脾气，你会受伤，啊，我无啥物事要你咩？啊，你若心内这不出艰难。啊，甲你先生讲，甲你太太讲，啊，有当时啊，口气一个歹，煞伤一个，啊，毋伤着一个。咱若甲咱心内所有物件，像这天窗，哎，甲伊豁出去，耶稣基督来接纳你心内所有这个心情，你心内这个艰苦甲不稳，就要通过这个天窗，安尼甲伊散发出去。我上帝更照一来，上帝接纳你所有这些情绪，这些啊感受这些不好的、歹的物件，然后你的心内会清，你心内若清，身躯就较健康。虽然看见啊，上帝爱这哪啊来做这大船，是爱这哪啊将大船内底这不好的空气给咱摆下去。那伫遐，宏观一冬，哎，心情敢会足好吗？我相信伊心情嘛会足好啊。啊，囡仔，遐尼囡仔伫迄个所在，哦啊，大家人庆祝会，哇，空气嘛无好，总是伊会当通过安尼，甲上帝这个连通，互伊所有失败的心情会当变作好的心情。咱每一个人伫这世间。行来行去，足侪不足的代志，总是将这不足的代志啊，放伫咱的心内，咱无卫生，甚至乎咱艰苦破病。假使咱有一个通透，有人甲咱听嘛真好，总是有人听，可能听一半，无了解你的心。咱甲主耶稣讲，甲主耶稣讲，通过安尼的时阵来看见，伫你的心内是迄个亮光、青彩、光彩的这个心。打开你的心门，打开你的心内的门，甲这个窗，就是，予你所有这部分保险。打第三项，上帝叫这个哪啊做这个窗啊？日本人伊咧研究这个汉文的中间，伊讲这个窗甲这个方向的这个向，拢是同款的迄个窗的意思。这方向的向吼，啊、外口这就是厝，啊内底这就是窗啊。总是，因咧研究的中间发现着讲，哎，这个厝的这窗啊的下骹，哦，这个细窗啊，这个就是咧藏因所有的敬拜伊的神的这的物件，哦，敬拜伊的神这的物件。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伫中文依然有这个意义，就是你用这个拍开这个窗啊，来用你所敬拜上帝；拍开你这个窗啊，来用你所敬拜上帝。咱知影，若研究这中国文化的时，你会发现吼，中国文化上界早的迄个年代，依然是敬天哦，敬天。唔是伫敬咱即卖一般民间宗教者，即个人变做神的，唔是，伊还是敬做天，吼、哦、啊！所以咱在讲行罪有天无所得呀，吼、哦、啊！即、这个天是上界大，所以你拍开这个门，拍开这窗，要从啥？就是来敬拜上，来敬拜上。啊，这是日本话，日本字伫研究这汉文的中间，互咱看去，咱看去。这个阿伯拉罕，不是阿伯拉罕，这个拿阿，这个拿阿，伊这做大船，达只来
看迄个窗仔外口的这个所在，啊，伊所看的这个外口的这个世界，上帝创造，上帝光，上帝亮光，上帝光彩伫个所在，伫遐来敬拜上。告诉你呐，你试看卖，就是你伫等你厝的所在，啊，伫安尼，徛当这窗仔的所在，窗仔个拍开，啊，看外口。我相信你会看到很多东西。当你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，有时有的东西你会带来欢喜，有的东西你会带来伤心，也会带来生气。总是你要记住，当你打开这个窗的时候，你就是通过这些来看你说你要跟上帝安怎来说话。打开这个窗让你看见这些这些事的时候，你要跟安怎来跟上帝讲话，这就是咱的祈祷，就是咱的祈祷。所以咱每一个人啊，大家会当打开这个窗，心内的这个窗来调见上帝，调见上帝。啊，这符合这个窗的迄个意义伫内面。所以咱看这个拿阿出大船了后，出大船了后，伊就伫遐来敬拜上帝，他的前生来献祭伫上帝面前。所以咱每一个基督徒在上帝面前，知影上帝疼你，上帝关心你。虽然这个世界亲像这个大船外面的这个肮脏物，总是上帝永远疼你。在这个大船内底，现在有真侪孤单，真侪的这个啊无伴，真侪的这个想袂开的这个代志，总是上帝永远疼你。当你打开这个心内门，即个窗的时，你仰望上帝时，上帝心就临到你的心上，心上，那伊现前伫上帝面前，上帝就感恩，哦，上帝就感恩。啊，第四项，那边啊，来思考就是讲，当你拍开即个门，心内门即个窗的时，就是要带来上帝应允甲祝福。带来上帝应允之后，咱看这个拿阿现在伫上帝面前，和世间无可再和大水来完全造灭，这是一个大的祝福。当然，这个、世界还有足侪这大水泛滥，有地震，有这天灾地灭无对。总是咱看见这个拿阿。伊出大船，对门出来了后，伊才现这时，看见上帝即个祝福是无限。即上帝祝福是无限。以前上帝用大水来造灭世界，那出去以后，上帝无爱用大水来造灭即个世界。即祝福是何等的大！所以当你来打开你的心窗来面对上帝时，上帝对你的祝福超过你所想象。你在想，你在烦恼，上帝是不是要用大水来改变？上帝跟你说不爱，因为我知道我体谅人，你感受到上帝那种的你跟哪样对话时，那种上帝话的烧热跟温暖在你来。当你打开这个心门的时，伊带来上帝所予你迄个祝福，意义甲头发伫你个心中。即、這个意义甲头发，现在就是你久久咧想、久久期待、久久盼望。就是当你打开你个心的即个门甲即个窗的时，上帝所予你的这款祝福就临到伫你个心中。所以我相信，咱每一个人咧读即个啊创世纪第六章到第八章的时，啊、你有足侪无同款的感受，啊，即无同款感受的是，你会看见，这是一个盼望的时代。圣诞节来临，这是一个盼望的这个圣诞节，有盼望的这个圣诞节，盼望上帝主爱，上帝信实啊，继续甲咱三个弟兄，互咱伫迄个有盼望的中间来迎接这个圣诞节，有盼望的中间来迎接至高一束，咱三个阿头。先来祝上帝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的主啊，永远伫
你的信心到我这一代，等我来到你的面前，我要跟阿爸的上帝讲，阿爸的上帝，真多谢你，将你的光要照在我的心内，把我内面所有一切的这些误会家人，在你光照中间，愿愿意了解我家己，赞美我家己的有限甲无够，有时阵也通过安尼来反省悔改我的罪，主你就将我这些罪来给我除去，我伫你的面前所领受的这一切，是你所要给我无限的祝福。刚才我为着我的家己的时刻的烦恼时，主你把我打开我的心甲我的门窗，我上帝你大的祝福临到伫我的中间，我体会上帝甲我三个字的做伙的关心我的家己。当我看到伫我肉体上的这个病痛时，我的烦恼，这些症状有时阵我食药那像效果毋是真理想，有时阵我咧休困那亲像嘛无法度改善，所以我将这个带到伫你的面前的时，将我的心、我的门、心内的门甲窗打开，我就看见上帝你的医治，祷告就临到伫我的心上，予我搁一遍体会着上帝你这款受了主爱的双手伫扶持我。就有时阵，我伫信仰的这个过程，当我伫教会伫服侍时，有时阵我常常容易看见人，无看见耶稣，看见人的软弱，无看见完全的耶稣，直到我的心内有真多的不平不满。主，当我欢喜拍开我的心内门窗的时，我就看见我的软弱跟软弱，唔盲我的目睭专注伫耶稣基督，和耶稣基督进入我的内心，和这心内不足的信仰的表达，拢得助力重新来恢复建立。愿真多伫耶稣基督建立伫耶稣基督的人，主愿感谢你这款的疼，感谢你这款的祝福，祝你继续甲阮同在，引导阮的脚步，也祝福阮伫这个圣诞节所有的活动，也祝福阮伫接下来一年教会所有一切服侍，拢得到上帝你的应允甲祝福，祈祷感恩，靠耶稣的名，阿门。